長洲太平清照重頭戲搶包山即將舉行，我哋記者彭國柱一路都留意住情況㗎。係彭國柱啊，一切準備就緒未咧？誒，方星啊，可以話咧係一切已經準備好曬㗎啦。嗱，咁啊頭先咧未開始搶包山之前咧，咁啊當局咧已經準備咗一連串嘅儀式㗎啦。咁首先咧就係舞獅咧喺度咧係舞獅啦，咁然後跟住仲有咧主禮嘉賓咧係準備好咧係呢一個咧誓詞㗎啦。咁不如我哋一齊咧睇下而家現場嘅情況咧。嗱，而家咧就睇到咧各個健兒咧已經係準備就緒噶啦。咁嗱，一共咧就會有12個健兒，咁喺呢一度咧，佢哋一陣間咧就會喺上邊咧搶鬥多個包，亦都最多個分噶。嗱，而家見到咧佢哋健兒嘅背脊咧就已經係配上咗號碼牌。咁一陣間咧，旁邊咧就有呢一個攀山總會嘅人員㗎啦。咁佢哋咧係幫佢協助咧，將佢上去嘅時候咧係保持安全，落嚟嘅時候咧就唔會整親咁樣㗎啦。咁嗱，佢哋而家咧雙手啊或者各樣咧都已經準備好曬。咁而主禮嘉賓咧亦都喺現場咧，亦都準備好啦。咁一陣間咧喺呢個銅鑼響嘅時候咧，就已經咧佢哋可以上去㗎啦噃。嗱，今次咧就講翻咧成個啦，大概啦有1500個市民咧係攞到入場券入嚟。咁頭先咧一早已經派曬噶啦，咁所以話咧長洲咧喺呢個越夜係越精彩。咁佢哋咧喺呢度企喺度咧準備好曬相機咧，一陣咧就會開始噶啦。咁啊，大約咧仲有唔夠半分鐘咧就會開始噶啦。嗱，呢度咧全部咧大部分咧呢度嘅人士咧參賽人士咧都係嚟自一啲消防員啊、攀石嘅人員啦，咁所以咧一陣間咧都相信有一番嘅爭鬥噶咯噃。咁一開始準備10秒噶咯噃。係啊，彭國柱啊，我哋睇到啊，銅鑼一響咧，而家12位健兒咧都係第一個目標就係鬥快上頂啦。嗱，我哋而家見到好快，12號咧就係其中一位大熱門啦，就係黎志偉，亦都係上屆冠軍咧，就一馬當先啦。係啊，方東升啊，嗱，除咗見到12號咧係舊年冠軍嘅黎志偉咧，仲見到左手邊咧就係1號咧。曾經是三屆冠軍嚟喎，咁啊郭家明啦，咁嗱所有12個人咧，由而家爬曬上去咧，就為咗要搶九分包啊，因為咧九分包咧只係得900多個啦，咁啊佔1/10到啦，嗱咁而家全部咧差唔多冇嘅時候咧，佢哋越落去咧就越攞，嗱大家亦都見到啦，12咧。即跟這個呢有一個女將11號的鄭麗莎的，她也都上了去搶這個包的。是的，我們現在看到就是正中間看到12號就是黎智偉，她今年就是跟1號的郭家明就兩大熱門，大家都是排在正中間，她們已經是連續三屆就是拍在一起。之前呢黎智偉都說過不希望跟郭家明那麼近，因為怕著包可能會搶光。是啊，冇錯啊，咁之前兩屆咧的而且確佢兩個咧都係被編埋喺抽籤嘅時候咧一齊啊，咁所以咧佢哋曾經都提過，咁就話咧如果編埋一齊嘅話咧，佢哋咧都幾激烈㗎。咁嗱，而家睇到兩個咧就似乎咧有少少身體嘅接觸，因為咧佢哋都想咧係攞多啲包。嗱，而家開始咧逐漸佢哋褪到落去咧，已經係三分包㗎咯噃。咁咧而家佢哋三分包咧大約咧1700個到嘅啫，咁佢一路由上邊咧係一路褪落嚟，佢哋唔能夠往翻上去㗎。咁所以咧，佢哋一路咧係爭取由九分、三分，跟住到一分咁樣噶。我哋而家見到咧，舊年嗰個勝負關鍵咧就係、根據阿郭家明所講，輸就輸在咧起步跣腳。我哋睇到今日咧就係、黎智偉咧，明顯咧就係起步嘅時候咧就係快過郭家明。咁依家仍然鏡頭咧都係捕捉住兩大熱門，咁佢哋都喺三分包嘅位置咧喺度爭奪緊。是啊，冇錯啊，咁的而且確郭家明就話咧，舊年咧出發嘅時候咧，可能咧有啲膠袋喺度啊，咁佢所以咧跣腳咧就令到佢哋咧有啲失準。嗱，不過而家咧就睇到咧，佢哋兩個咧仍然咧係即係爭取住呢個三分包。阿郭家明咧就喺比較下游嘅位置，黎志偉就喺比較上咁樣啦。咁而家佢褪咗落嚟，不過咧嗱，而家就睇到啦，因為咧當包咧載到滿曬嘅時候咧，好可能咧有啲包咧跌咗落嚟，咁令到咧失分噶咯噃。彭國柱啊，我哋都睇到咧，黎智偉右手邊就見到係11號嘅鄭麗莎啦。咁今年咧，因為個決賽係有兩個保障名額俾女仔，咁鄭麗莎係其中一個啊。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兩年前咧，佢都參加過，亦都入過圍㗎。不過咧，佢就認為咧，即係可能有時體力咧就會爭少少，所以唔係咁好。嗱，剩翻最後5秒啦，佢哋咧全部5秒之內咧就翻落嚟，
如果唔係咧，就會取消噶啦。嗱，不過咧，而家見到黎智偉咧就喺中間呢一度咧就吊住咗，咁有可能咧未知道係點樣安排嘅喎。係，我哋頭先睇到咧，就係十二號嘅黎智偉同埋十一號嘅鄭麗珊，似乎佢哋兩個咧喺敲響咗即係最尾結束嘅時候咧，都仲係半天吊啊，仲未落翻嚟地面嘅喎。係啊，冇錯啊！咁要視乎翻大會咧，即係睇睇咧，係嗰個規矩方面啊。咁咧一陣間咧，大約咧12:10到咧就會有結果噶啦。咁到時就會知道咧係邊個可以攞到冠亞季軍啊，方東昇。係啦，咁依場比賽之後咧，仲會另外有一場邀請賽。咁陣間咧會有廣州啊、深圳啊同埋澳門嘅代表咧會獻技噶。咁而長洲方面咧，亦都有五隊嘅代表咧就會參加呢個邀請賽。即係八隊嘅代表咧，就會參加呢個邀請賽噶。咁完埋呢個邀請賽之後，先至會有頒獎儀式。咁頭先咧就冇錯啊，東昇係啊，冇錯啊，東昇。咁嗱，而家咧佢哋咧完成曬就即刻計分噶啦。咁我哋咧會一直為大家留守住，睇下邊個攞到冠亞季，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